认真，按一下哟，加油！可以了。哇！当时怎么了？黑金大圣吃惊，黑金如意棒。我这里有七磅的骨头呀，你看吧。哼，你以为我会背这个糊弄过去？哼，我有好办法。呀！狂笑虎王，催眼力抓。看到底你的实力吧，现在我们去找其他的灵兽吧。OK。他们可真舒服啊，好困啊，我也要睡觉。江一不可以的，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。我也是英雄，我也要睡觉。江一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。江一，你看那边有灵兽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！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呢，只不过在这里数数数字而已啊。哦，好奇怪。为什么数数字就让这里的朋友们都睡着了呢？好奇的话可以让你们瞧一瞧哦。不用，我其实我还好。我很好奇，你数看看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六只羊，怎么越来越多了？八只羊，突然觉得好困啊！你说什么呢，江一？不知道，我好困，我先睡一会儿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狂笑虎王，狂笑波，唤醒朋友们吧！哇！来，大家都起来吧！快醒醒，朋友们，快起来！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起来了！到底在哪里呢？哎，吓我一跳！哎呦，江一，不行啊，实在是找不到呀，我们还是进去玩游戏吧。你是雷彦龙，原来是你干的。雷彦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们也有自由的权利。你说什么呢，雷彦龙？你一直在做坏事呀。不是的，不是那样的。哼，够了，你还是赶快变回灵兽球吧。哼，不可能的，决战吧。那好吧，狂笑虎王，出来吧。江一怎么办？快来帮帮我。我来帮你。黑金大圣出击！以为我会输给你们？守护灵兽黑曜使者召唤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样下去的话会输的。我们也找支援吧。出来吧，凌空战神！天火人马！这次呢，由我来进化它吧！出击，独角金王！